大家好，我是朱烈江江颖，纽约曼哈顿的豪宅地产经纪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2023年纽约市20栋最畅销的豪宅。尽管全球灾难、预算缺口以及移民寻求庇护等多重挑战，纽约市的房地产市场仍然表现非常出色。曼哈顿的公寓销售额近210亿美元，更多的是来自超豪华市场和全现金购房者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们首先聚焦于 Top Number 20 157。这栋大楼在2023年成交了9套，其中每一套的平均销售价是1261万美元，那么每平尺的尺价是3530。整个2023年的总销售额是1.13亿美金。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套是54层的，3个卧室，3个半洗手间，面积3228平方英尺的2000万美元的豪宅。这里不仅有 full time 的门卫服务，还有中央公园的无遮拦的景观和视野。高挑的天花板和硬橡木地板为室内的空间增添了温馨和雅致。从落地窗望出去，无论是夏日的翠绿，或者是秋天的金黄，中央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当然，大楼还有豪华的设施，健身中心、游泳池、私人影院、24小时门卫、礼宾服务，还有它最著名的就是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周边聚集了众多的知名餐厅、高端购物场所及文化地标，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受追捧的住址之一。总之，157的公寓是纽约市提供的独一无二的豪华体验的完美写照，它曾是亿万富豪大道上豪宅开端的鼻祖。无论您是在157有公寓要销售，还是想要在此购买，请联络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